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有鉴于我们的极限生存玩了很久，大家都希望秋风赶快去死一死哦。那个答应大家的，秋风今天就去死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今天就用 TNT 一次一个慢慢递增，看炸到几个，我的这一身装备撑不住，然后死了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Let's go！ 首先，我们挑战第一个，一定不会死嘛！哎哎，在爆炸的中心点哦！等一下，一个就死了。哎，一颗就死了。哎，我太看得起我这一套装备了，一颗就不行了。哎，其实秋风对于一颗就死这个结果还颇为意外的，我以为我可以撑好几颗，哎，起码最少要三颗吧，居然一颗就死了。这个保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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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强哎。不行的话，我们改爆炸保护好不好？先拿出我一套顶级装备，顶级的钻石装，然后哎，刚好16片，有16片是不是刚好可以做出四个，打造一套装备？哟，刚刚好，好了四个玉髓地，这样子我先把一套玉髓装打造出来。这一套就摆在家里做纪念，做了一个盔甲架齁，放在这里，然后把我这一身装备都拖起来，帮你都放上去放上去。我还有多少不死图腾啊？欸，还有欸，还很多欸。其实真的不想死，真的是应该死不了吧。先放在这里，我去打造一套爆炸保护，对不对？欸，先变成玉髓的，再换玉髓头盔、玉髓胸甲、玉髓裤裤、玉髓鞋，都有了，都有了。那个，我这里有什么爆炸保护吗？幸运爆炸爆爆爆，没有欸，爆爆爆也没有，都没有。我这个火焰保护保护都不是，我要爆炸保护啊，先磨掉好了。哎，爆炸保护居然有哎，我居然有一本在这里，所以我可以换哎，爆炸保护，四级够了吧，就这个了。附魔自助餐果然有，来换我的爆炸保护一本，爆炸保护两本。不能换了吗？哦，是我的绿宝石不够了。我想说不能换了吗？爆炸保护三本，爆炸保护四本，完整的爆炸保护，帮你附在胸甲上面，头盔全部都附进去齁，全面的爆炸保护。哇，这个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强的保护了吧？全面都是爆炸保护哦。这个我们再来测一次，想不到保护一颗就死了，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再来测，就在这里测，不就？哎哎哎哎哎，爆炸保护撑下来了，哎，啊，有差哎，欸，一颗其实就很恐怖嘞 ，TNT。不是盖的欸，在爆炸的中心一颗鸡被杀死了。我们现在要来测两颗 TNT 了，其实两颗应该就会死了吧。欸，要爆了没？要爆了没？喝咻喝咻，两颗是摔死的，所以有点不太算，对不对？两颗是摔死的，所以如果我没有
没有摔这一下，其实应该不会死、欸。哎呦，第二颗的威力没有想象中有这么大，只不过爆炸范围还蛮大的。接着我们来测试三颗哦，刚刚两颗其实不算真的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测试三颗，会咻会咻，哎，来了吗？会咻哦咻哦咻，哎，三颗更没死哎、欸，哎呦，所以撑过第一颗之后，后面的就是看运气嘛，对不对？后面的就是看运气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四颗了，哎咻，四颗来爆炸中心，哎，哎咻哎咻，哎，四颗也没事哎、欸，哎，我撑过四颗，我觉得这样慢慢测好像有点太慢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一次一次下九颗，然后点燃这一格中间的这一格踩进去。看会不会死哦！我要把这个换上了，忘记换上。哎，耐久好像有点低嘞，会不会炸到最后耐久没了？会咻！哎，跳进去！哎，会咻！会咻！哎，是摔死的。哇，可恶！没有直接炸死我，是摔死的。九颗，所以九颗不一定会死嘛。有鉴于九颗运气成分。还是蛮重的齁，我们这一次在上面再打八颗，这样子八加九，八加九是在骂人吗？八加九十七，好不好？这样子站在正中间，哎呦，刺激咯，会秀，哎，来吧，会秀，哎呦，没死哎、欸，刚刚那个烟火秀还蛮赞的、欸。烟火秀，哎，我刚刚甚至没有穿着胸甲哦，啊有，哎，真的很吃运气哎，从中间炸出去，很吃运气。这一次我盖了一个完美的空间哦，就差上面没有盖起来了。这里有25格 TNT， 来咯，要炸咯，哎呦，啊有，喂。我炸！我炸！我炸！哎、欸，损失的更少哎、欸。啊？耶、欸！原来这种摆法炸不死人的。这种摆法炸不死人。一组 TNT 就在我的脚下，我们继续的来赴死哦。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把我炸到连不死图腾一起炸死啊？他可能要两段式，对不对？才有机会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会秀，会秀，会秀！炸太高了，是摔死的。这个窟窿还蛮大的、欸，一组炸不死我们，我们这次就放两组哦。那个这边有点暗哦，点了一个火把，我在我周围附近堆满了两组 TNT， 现在秋风要去。赴死啊！噔噔噔噔！哦呦哦呦！哎、欸，啊，两组就这样打完了，我还活得好好的，损的血居然没有五六个这么多哎、欸，所以 TNT 的数量不一定能真的炸死。炸到有用的地方欸，不是越多越好，所以秋风应该改一个策略齁，同时引爆，这样子应该会死了吧？同时引爆四颗 TNT， 这样子比较有搞头，对不对？哎哎，同时引爆四颗 TNT， 说不定就死了。我堆两组，不知道在堆什么鬼。同时引爆！哦咻！哎，果然是摔死的。同时引爆，威力不同凡响。哎，我发现其实我大多数都是摔死的，所以等一下如果飞上天之后，我可以马上换翅膀。哎，
这会不会来得及啊？哎，我的头盔快爆掉了、欸！这一次一口气引爆八颗好了，我站在正中间，一口气引爆八颗，好了，八颗来吧！哎哎哎，没有，没有引爆八颗啊！我红石有接错吗？等等，来不及换呐、啊，来不及换。太白痴了，所以脚上要附青银才对。太白痴了，最后我决定连同我和我家一起归于尘土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全部打下去了。好了好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会不会最后我人没死，然后我家没了？来吧！哦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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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旁观世界啊！哎、欸，我的船被炸掉了，这是我出生点呐、啊！好了，我飞回来我家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家真的蛮壮观的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蛮庞大的一个建筑群的。哇，又有小村落，有主建筑，有副建筑。有旁边的周边建筑，有城墙，有河流，有高山。虽然高山那些好像不管我的事情，不过真的还蛮酷的、欸。期待我们下一次继续努力。现在 1.19 要更新的内容都出了哦，到时候再说好了，因为麦块讲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出来。好了，不要吐槽他了，我们到时候再会。拜拜。